那你回家呗，小黄喝多了。一块喝一瓶啊？不喝，我没跟你们在一块喝，这家你干啥去了这是啊？吃饭吧。跟谁吃的？小四。方小四啊？嗯。你俩不是分手了吗？他要跟我和好，得请我吃饭。哦，几个菜呀、啊？喝这样？六个菜。俩人吃六个菜，哎呦我的妈呀！我们对菜的要求挺高了，是吗？嗯啊，炒了个鸡蛋，炒了个蒜苗，还要了个鸡蛋炒蒜苗。这么吃，还挺素啊呢。有荤的啊，炖了个排骨，炖了个豆角，还要了个排骨炖豆角。你说是不是给厨师难为完了？那难为啥呀，在后厨炒俩菜，完了拿筷子挑出来装俩盘子再给你上不就完了吗？但是啊、哦、喝成这样能看出来你这是喝得挺美，是不是俩人和好了？好了啊，他跑了，跑单了，跑单了，他跑就跑吧啊，还把我包带走了。哎呀，你带走就带走吧啊，还找了五个服务员看我不让我跑。哎呦我的妈，那不是不让你跑，你俩呀，我跟你说幸亏你没跑，你要跑了就不是跑单的问题了，是逃单的问题了，是吧？那啥，我跑，我往哪儿跑？咋的了？我走我都走不了。哎呦我的妈，这两步你是太倔的了，你这两步啊。啊！我告诉你，啊、小李儿、哎，幸好我这手机里还有零用钱，啊、要不我都回不来、哎、我都。哎呀呀呀！这小四也是，这多少钱的单就跑啊？100块钱。100块钱，100块钱就跑，哪怕120呢？不是，我就说这个意思，是不是？100块钱，你给哪个朋友打电话，你不都给你垫上了，是不是啊？啊，不是你不行，你小四你跟我打，啊？你朋友方小四欠我100块钱，你给垫了呗？那什么，对不起，你说这人我不认识。哎呀，你这别闹了，你说这屋里还打个电话，你这。我告诉你，你碰见方小四、嗯、你就告诉他，我跟他就彻底就不可能了，他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不是，小黄、啊、你看见没、啊、这个是他送给我的戒指，挺漂亮啊，来送给你了。送给我了？不行，这个戒指我不要。你不要啊？那你扔。你这戒指是送给你，你要扔你扔啊。我下不去手。你下不去手，我也没有这个胆啊，赶紧快点。我不收。收起来。我不收。听话，收起来。我告诉你，这我肯定不能收，就是我妈来了我也不能收，我肯定不收。小黄啊。我不收。小黄。我不收。小黄。我想收。这慢点儿！哎呦我的天哪，还不收，多好看的戒，你这是今天不收，明天我得让你收。挺执着呀。那是我是谁？他拒绝你啦？主要他嘴太犟，还整个他妈来。小黄，你信不信你妈来了？搁这儿呢。回来，阿姨，你看刚才这一幕，你没误会啥吧？没误会。你孩子的事儿我不参与。我猜你们俩这事儿是不是这样的？嗯，这戒指不是你送给他的，他不想要了，想让你帮他扔了，对不对？对。啊、哦，然后你不想帮他扔了，想让他收下，他不收，对不对？对。你还不是他男朋友？太对了，我不信。你
不信你跟我聊这么多干啥呀？你这那阿姨啊，你这个你千万别不信啊！啊，误会了，你听我给你解释。你刚才看着小黄没？啊，那家走道上咔嚓嚓，喝多了。你这么说，我更不信了。我女儿从来不喝酒。你可拉倒吧！刚才那个状态，那是没喝酒吗？那是吃完酒瓶子回来的，那都。玩呢，阿姨，这次啊，你信我就信我一回，行不行？我一回都不信。哎呦，你越说我越不信。哎，孩子的事儿啊，我不参与。但是呢，我女儿啊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好女孩，嗯，值得你追求。我没别的意思，我女儿的事儿我不参与。你看，你这戒指也买了，她要实在不收啊。阿姨倒是愿意帮你给她送过去，我不想参与。啊，阿姨啊，我听你这么聊天，你好像还挺想参与的，我觉得。那啥，你这样，阿姨，你别动，你坐在这儿啊，然后我去把黄小黄找回来。哎，黄小黄一回来，就这个事就明白了，明白了吗？哎，来，哎，正好回来了，你看这家栽愣的。哎呀，小黄慢点，慢点。这是干啥呢？啊，你谁呀？哎，妈，不是你怎么喝成这样啊？高兴啊！你干啥？找啥呀？我找戒指了，我戒指丢了。哎，没丢，真是。这不是我的，我那个比你这个大。我小黄，你这咋的？你出来碰瓷来了是咋的？你这咋？你想在我这换个大的呀、啊、你啊？你看啊，是不是就是这么个事儿？你看啊，他在我手时候呢，他是小的，哎，戴在你手上，哎，是不是正好？好漂亮，谢谢你，小脸。没事没事，哎呦，小脸，起来，别闹别闹，你这玩意儿让别人看。那你看着了哈、啊、小蔡看着了是啥玩起来起来哎呦我的妈你是不是误会了哎呀不是那个蔡那我又不知道他是谁看就看见呗你这看小蔡 啊你是不是也都看见了啊我看着了幸亏你喝多了就刚才那一幕你要是看着的话就在你心里边都容易造成阴影也不阴影，我倒是不没啥，但是我现在看人都是重影儿，现在。你看看，现在还戴上了那俩戒指呢。啊？这是我送的，我认识。这是你送的呗？还跟我送个一样的，就这么想取代我吗？不是。你说错了，对，这不是两个戒指，你看看，就是一个戒指，没错，于小脸送我的。哎呦我的妈呀，阿姨你快扶他一下吧，哎，坐一会儿坐，这事儿啊，你听我说说。哎，小倩、啊，这事有点误会，那啥，那个，你看啊，他们俩喝多了都不明白，你是不是明白的？明白。哎，你不是人。你送戒指就送呗，为啥非得送一样的呢？什么一样的呀？这怎么就没人明白我了呢？你我明白，小脸啊，哎呀，阿姨算全明白了。嗯，你呢不是我女儿的男朋友，他们俩有故事，对吧？漂亮，阿姨，你终于明白了。看来这件事啊，阿姨不得不参与了，但是你得配合我表演一下。配合你表演一下啊？配合那事儿我完不成，但是表演这还是我的强项啊。明白了啊，走了，都上一边去了。慢点，小黄，黄啊，嗯，我跟你说，以后别出去喝酒了，你喝这么多多伤身呢，是不是啊？那我都多惦记你啊。关你啥事儿啊？关我啥事儿？以后咱喝酒啊，跟那些有水平的人喝。你说那个跑单的人，你搭理他干啥？我要没猜错，他是说我的吗？谁跑了？是你跑了？我跑了，方四儿，我等你等的把那五个服务员都等下班了，你哪去了？
我不是看你喝多了，我出去想给你买点水果嘛，买个芒果嘛。啊，芒果呢？芒果在你包里呢。我包呢？你包在我这儿呢。哪儿呢？你包呢？哎呦我去！啊？他包呢？四叔，在你后边呢。你拿下来吧，你竟然给自己，差点没给自己勒死你。啊！在你地上呢。你看你那样，放肆！你知道我最烦你什么吗？你就烦你什么都是你以为。你买芒果，你问过我吗？你咋知道我爱吃芒果呢？我告诉你，我吃芒果我都过敏。你就什么都是你以为，你问过我，我不想跟你说了。反正你一点大姐，你都没有希望了啊！咱俩，我告诉你，你听我说。我从今天开始，我跟于小脸好了。不是，这个过分了啊！这位大姐，你在旁边也看挺长时间了，你帮我评评理行不行？四叔，你不能管他叫大姐，你我不管他叫大姐，我管他叫老妹儿啊！啊！你看看他这张脸，多大岁数了？你能不能有点礼貌？哎呀，你爱叫啥叫啥吧！你这孩子，你是真该呀你呀、啊！你就是个前任，你这前任的事儿我是不管了，人家现任在这儿呢啊！除非你这前任有什么攻略，前任攻略。哎呀，小脸，上！受不了了，你赶紧上！严重了，我不行。你行，你快点！我绝对表演天才。小华。你看那边是什么？哪儿呀？哎，小华，借我一下你的打火机。我不抽烟，哪来的火？你没有火，那是用什么点燃了我的心？麻烦问一下，小华，现在几点？九点。错，现在是我们两个人的起点。把音乐给我关了，把音乐给我关了，咋的？嫌你会放音乐呀？啊？这家伙给你脑袋再说两句话，音乐还起来了？哎，啊？小黄，就他那些我也会，就是，哎，你看那是啥？你看呐，看看呗。我不看。还有，你看不看都确实无关紧要。我主要是想告诉你，你那表不准。我刚才我走的时候都九点了，现在肯定九点半了。哎呦，就是我好像舒服了，我想回家，小仙儿。你听我说，你冷静冷静。小脸啊，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啊！不是，就刚才你说的那些什么词儿啊，我是一句没听懂。你给我等着啊！你等着，等着啥？小倩儿，你来。哎呦我是王小倩儿，你不是一直想找对象吗？啊，小公园就一个合适的，你赶紧来吧啊！小倩儿，你给我等着啊！你等着，小倩儿，你能不能带我走？这个地方我不想待了。带上哪呀？带上哪呀？你就待着搁这儿，你等着。王倩，你这挺热闹啊！哎，你是要给我介绍那对象在哪儿呢？不会又是于小脸吧？跟你说他不行啊，他是我闺蜜。还闺啥蜜呀？闺蜜呀、啊！于小脸，你敢不敢刚才跟黄小花说的话，你再说一遍？说就说，怕什么呀？刚才都说一遍了，再来一遍。我说啥了？你说。表演天才。那个小黄，你看那边是啥？这玩意儿想不想？表演天才，我喝多了，喝太多了。你什么时候喝多了？你没喝酒。被他们、哎、不行了。于小脸啊，你是真能装啊！
你没来之前他俩可老恩爱了啊，他俩啊，于小雅和黄小黄。对，秘密。不，不用说了，不用说了，小黄，于小雅作为你的好闺蜜，你能有这么好的归宿，我祝福你。但是王小倩，你说给我介绍的对象在哪儿呢？我四叔。你四叔？对不起，我不想当你四婶。行吧，咱别跟这么人演了啊。阿姨，对不起啊，小四儿啊，那什么，阿姨，你女儿的事儿你自己来解决吧，是吧？小四儿刚才都是演戏假的，那什么秘密，单独找个地方，我把这事儿给你解决一下。来，我不了，咋的了啊？女儿？对，这是我妈，我是她女儿，这是我妈，我也是你大姐。完了。完了，小黄的关我都没过去呢，这又来了个守关呢，那叫睡觉吗？哎呀，你说我是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你看这孩子紧张的，有机会咋就没机会呢？阿姨呀，现在看得一清二楚了，你是个好孩子，你是怕他喝多了难受，出去给他买芒果想解酒，又怕他把包丢了才把他包给背走了，这多细心的孩子呀。啊，就是啊，你这个人啊，办事啊头脑简单好冲动，你想办什么之前跟我女儿商量一下，这些事不都解决了吗？啊，记住了，来日方长，阿姨支持你。还有你，你怎么不给人解释的机会啊？哪能因为一点小事一个过错就演变成无法弥补的错过？知道了。记住没有？记住了。这回醒酒没有？醒酒了。阿姨，我知道你身份的那一刹那我就醒酒了。那就好，好孩子，都想帮朋友一个忙。这回阿姨请客，请你们吃饭。那不去了。不是，怎么不行啊？阿姨不跑单。走，阿姨，那还是我请你吧。我也去。哎，小俩，那你跑单不？你就别去了，你不喝多了吗？这汤醒醒酒啊，走啊。